下午好，然后我今天跟黄卓山老师一起带来一个分享，就是如何用 Kaggle 的科能跟那个讨论区来赢得一个比赛。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乔健，我就是在 Kaggle 上那个皮卡丘的那个头像。然后我现在在北航读研，主要是计算机视觉方向，然后在 Kaggle 拿了7块金牌。 现在在 top 20，然后我们拿到一个比赛，我们首先需要根据那个 ED 科能跟那个 Start 科能去看这是一个什么任务，还有它的数据集的情况，它数据有多大，它输入头像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它的 label 的分布情况以及评价指标。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 baseline， 我们可以通过结合那个kernel里面高分的一些kernel，就看他们的代码，去看它的数据增强、它的网络、它 loss 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结合这些东西去搭建自己的 baseline。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喜欢用 SE Runner 50， 或者用 Runner 34。 作为自己的第一个 baseline， 然后用化器一般用 SGD 或者 ADAM。对于 SGD 来说，学习率初始学习率一般设 0.01，ADAM 设 3:1:4。我们到 baseline 之后，我就需要用一些 check 来强化自己的模型，来提高自己的分数。 我们可以从 Kaggle 的讨论区里面找到一些灵感，就比如拿我那个座头鲸的比赛来说，当时有一个玩家在讨论区发了一个450张鲸鱼的 mask， 然后我就训了一个简单的 unit， 就得到所有图像的鲸鱼 mask。 把 mask 作为网络输入的第四通道，这个大概整了0.005分。还有一个 check 就是翻转图像，并且给他们赋予一个新的 ID， 就这个 check 来源于蛙神的一个帖子，他就说到可以翻转图像，然后给他们赋予一个新的 ID。 这个 check 大概 top 3队伍都用了这个 check， 然后分数就是一二三差别不大，3跟4就有一些差距。这个 check 主要就是需要让网络去区分泛转鲸和泛转钩是不一样的，就生殖的特征就需要去区分泛转鲸和泛转钩，而区分这些就需要让网络去关注。 豹纹更轮廓，豹纹更轮廓又是区分不同鲸鱼的关键，所以这个在最后也能提点。还有就是 match learning， 这第一张截图那个应该都比较熟悉吧？就是 B 城在蛋白质分类那个比赛拿了第一，然后。 说一下他的方法是基于度量学习的，之后他又说到我不能说更多，我因为他后面那个鲸鱼比赛也用了这种方法，之后我就在我基于的比赛里加了一些度量学习的东西，就 hard trip loss， 这个也提了一些点。还有就是对于生物学来说，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尽可能用更多的数据。 就比如每场比赛，如果能用外部数据的话，主办方都会发一个帖子说，这种你可以把这些外部数据链接发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这个帖子里去找这些数据。我们拿到这些数据，可以第一个做半监督，比如明基者 （mix match） 或者 UDA 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伪标签。 伪标签基本就是 CV 比赛里所有，就是所有特博玩家都会去用的一个技巧。
接下来应该是黄老师讲他的表演。刚才乔老师讲了一下机器视觉比赛里如何应用 Kernel 和论坛的支持来赢下一个比赛，现在我来讲一讲那个表格比赛里如何利用 Kernel 和论坛的支持赢下一个比赛。这里选择的是我今年二月份在北京在 Kaggle 赢下了一个比赛。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 Kaggle ID 是30A，这是我平时工作里这个航天器里的一种常用的基础材料。然后我的知乎 ID 是看手行，可能有些应该同学可能看过我知乎的文章。然后我的工作，我是在北京的一家航天研究所里担任机械工程师，平时的工作就是通过一些统计学的方法来预测航天器的这个结构的材料寿命。我在看过的比赛里，就是在过去的六个表格比赛里拿到了 solo 的 top 30。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比赛来讲怎么通过表格，通过 Kernel 和论坛的支持来赢得比赛。这里面我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多的关注这个获胜方案本身，主要是看一个思路，就是怎么去看Kernel看论坛。首先这个比赛的那个目标是去预测用户的忠诚分数，然后每个比赛一开始就会有很多的那个 EDA Kernels， 就是说这些 Kernels 不仅是光是说做的图片特别漂亮，而且他们有很多有趣的那个分析。如果你去多看他的分析，你会发现其实在比赛的第一天，这个比赛的关键点他就告诉我们了。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RK 这个大神他就已经把那个 label 给我们画出来了，我们会发现99%的正常用户全部都是正态分布，然后最左边那一小点就是1%的用户是异常用户，然后我们的主办方把异常用户给了一个-33的一个很偏小的一个极值，然后 SRK 就告诉我们大家，就是说虽然异常用户只占了1%，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比赛的评分标准是 RMCE， 对异常值特别敏感，就是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异常用户。所以说这个比赛确实是这个比赛的关键点，就是说在比赛的第一天的这个坑呢，他就已经把我们这个比赛的关键点告诉我们，叫我们去注意它。所以我们就要比赛开始的时候多看那些 EDA 多做 book。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要观察我们的竞争对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大部分大家都做的分数都是3.6左右，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异常值，如果我们把异常值给去除掉，我们会发现我们那个 log CV 应该在1.5左右，这意味着我们用3.6的平方选取1.5的平方，这个平方差的那个评分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异常用户只占了1%，但它就产生了80%的误差。这又再次提醒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其实就是这个异常用户。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关键点是异常用户，那就是呢我们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label 就标签存在两种分布，一种是正常99%的正常用户是一个正态分布，还有1%的用户是和99%对应的是一个0.1的分布。那这个我们的 LGP 我们都知道它并不擅长同时预测两种任务，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翻阅了过去的比赛，然后发现了在2017年底的一个俄罗斯的房地产比赛，当时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就是把那个商业地产和那个住宅房这两种不同的分布的那个房价，它分成两个模型去预测，然后通过这个方法，他就获得了这个比赛的第一名。他就是告诉大家，就说当我们的那个数据有两种不同的分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建立两个分别的不同的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两个模型了，第一个是我们去预测一个用户他是不是异常用户，第二个去预测非异常用户里的那个评分标准，一个是二分，一个是。那我们现在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比赛用的评分标准是 RMCE， 照理说我们应该用回归模型，那我们现在这个预测异常用户我们是应该用回归模型还是用二分类模型呢？这个时候我其实就做了对2018年的6月份的一个比赛，他就告诉大家，虽然说我们这个比赛用的是 RMCE 这个标准，但是在我们这个标签是0和1的时候，其实我们用那个 log loss 去做那个优化目标的时候，那个效果更好。大家可以看这个比。后来我做了一个实验，发现用二分类模型，不仅我们的 AOC 要比那个回归模型要好，甚至我们连 RMCE 也要比二分类模型也要比回归模型好。这也是通过过去比赛的学习得到了这个见解。
现在就这样，我们有刚才说了两个模型，就是说现在我们说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我们用全部数据去训练的一个模型，第二个模型是我们使用正常用户去训练的一个模型，第三个用户我们去判断一个用户是不是正常用户。那现在我们有三个模型，我们要怎么去用这个模型？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法，然后这时候论坛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帖子。第一个帖子，他跟大家说，我们以那个用所有用户的模型作为基准，然后我们去看那个二分类模型，那些是异常用户概率低的用户，我们就直接替换成那个用不包含异常用户的回归模型这个值，然后这个分数得到了一个提升。然后另一个用户他就又做出了另外相反的一个后处理，就是说前面是说那个概率低的，他找了个概率高的，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用户异常概率高的话，我们直接就替换成我们主办方给他定的值-333，这两个都在那个public leaderboard 的分数值提升。然后我很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如果一个用户他是50%的概率是异常值，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但是其实这就启发了我，就说，然后我就用55%，那我用50%就乘一个-333，然后百分之五十就乘以一个那个不包含异常用户的那个回归模型的结果。就是说这个比赛就是这个 trick 就是比赛的关键了。其实我觉得挺好想的，那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我一个人想出来了。就说这个 trick 可以从你让一个第50名的人直接拿提升到第2名。就是说这个论坛其实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 trick 都在藏在论坛里，甚至他们作者自己都没想到。那模型我们已经定下来了，那我们就来做特征工程。然后特征工程其实也是通过 EDA 来做的。在这个比赛里我发现，就是说一个用户如果在特定的月份交易，它是那个异常用户的概率会变得很大，比如说达到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它达到5%，然后会比1%要高很多。然后进一步我又发现啊，如果一个用户在特定的月份买特定的东西，它的那个异常概率其实很明显。比如说有个用户，有12个用户买了，在1月份买了某产品，有6个用户它是异常用户，达到50%，所以我们之前提到了只有1%的异常用户，差别很大。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规则有特别特别多的，我们不能可能说我们每一个规则我们都给它去建立一个特征，同时这每一个规则又只有一点点用户那个符合这个规则，如果我们去直接放到模型里去训练的话，其实那个我们的模型也抓不到，这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去年8月份的一个比赛的那个 solution 就启发了我。当时就是一个伯克利的一个也是一个转行的材料学的博士，他想出了一个方法。这个比赛我们预测的是一个用户是不是异常用户，但是我们可以转过来去预测一个交易是不是异常交易，就说每个用户有什么交易，我们就预测每个交易它是不是异常交易，然后我们把那个他预测的异常交易的概率值给统计，按照用户统计一下，然后把这个结果喂到我们异常用户的预测模型里去。这个，然后对我们，然后最后当时那个他就这个女博士就是当时那个这个他当那个比赛的最强 solo， 然后我学了他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对我来说的提升就相当于从第20名到第2名的提升。接下来就是这刚才是个特别的特征工程，一般的特征工程刚才高中峰老师也讲了，我就不细说了。我的建议就是说把你所有看到的开源的特征都一个个抄下来，或者在自己的细致的做一做，再做的更加细致，但基本上你就可以超过最好的开源。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完了模型特征工程，那我们现在就特征选择。这个特征选择也是从以前的比赛里学来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就是说，第一步我们去训练一个模型，包含我们所有建立的特征；第二步我们去做一个假特征，就是随便去做个随机的那个，做一个随机的标签，做一个假标签，然后还是把所有的模型训练一遍。这两个模型下来以后，我们就会得到两个特征重要性表。如果一个特征在假标签的那个特征重要性比它在真标签的特征重要性还高的话，那肯定就是个噪音了。通过这么一个规则，我们就可以删掉很多噪音特征。然后反复的做几次，然后通过这个东西，我模型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这个方法也是从
一个 Kaggle 非常有名的 Kaggle 选手都留我这里学来的。就是通过这就到这里，我的模型也是从过去的比赛和当时的比赛学来的，我的特征也是过去比赛和当时的比赛学来的，然后特征选择也是说别的方法照用过来的。但是最后我这个就是说，其实我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但是最后靠大家从大家的学习，很多人的分享，最后就把赢下这个比赛。当时我是作为第一名，我领先第二名的分数，应该是和第二名领先第二名的分数一样，就是基本上就是遥遥领先了。所以说这个Kaggle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在分享，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比赛经验，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如果你想Kaggle打比赛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去读每一个投票数大于五的坑的和论坛帖子，把每个坑的里你没有的代码你都放在你自己的模型里去做实验，看看对你有没有提升。每一个帖子里他提到 ID 了，如果他自己没有实现，那你去向他实现一遍，看看对你有没有提升。如果你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你最后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就是说你不用说你去学投票什么办什么抱什么大腿啊，去找什么大佬，你自己去学，自己去看这个比赛现成的东西，就足以让你取得很多很多好的分数了。比如前面的那个伯克利女博士，人家就是学了两个月的那个机器学习，但是他学材料的，他就学两个月期的机器学习，但是他就是说把开源学好了，然后他就那个比赛，他就是solo里面成绩最好的。当然说，如果说你更单纯，你说我就是想学一知识的话，那我建议比赛都不用打了，就直接你可以去看过去比赛的那些最好的 solution 和最好的这些投票数最高的坑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从时间效率来说是可以学到很有很好的收获的。这是我和乔老师的分享。